哎呀，大姐吧，哎，那个，你点菜了没有啊？我们点完了，顺便我跟你汇报一下啊，我们都点完了，点完了，给我们两口子也点一份呗。对呀，啊，哎呀，饿了，那不行了，咋了？没钱了。啊？没钱了？没了，一分都没了。哎，我给了你，哎，这么有劲儿。没了，没了，因为我们你看，这都是有劲儿的人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点的啥呀？点的啥呀？啊、我给你介绍一下 啊，我们先点了几个开胃小菜。对，澳洲鲍鱼四只。等会儿，蒙我呢？四只鲍鱼，你这么多人啊，点四只，那你不识数啊？那我不识数，一个人四只，我们五个人四五二十五，我识不识数？太识数了您，那也不对啊，那钱也还有呢，花不完呢。澳洲龙虾四斤，四斤的龙虾怎么的？哪儿找去？定制的。那也不对，那还剩钱了，还螃蟹八斤的螃蟹，八斤的螃蟹几只啊？一只，一只螃蟹那得多大个啊？就你就这么大，那啥蟹子那是？帝王蟹。大姐夫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还帝王蟹，你见过帝王蟹没有？哎呀，我的妈！顺风，我还没见过帝王蟹。帝王蟹我见太多了，就是有刺儿，完了爪伸得很长。帝王蟹。啊，姨夫，我爸都是在我那看图识字上看到的。我爸刚看到的时候，还以为那是条大蜘蛛呢。露馅了吧？什么？快把钱还我！不是，把钱还我！不是，这还什么钱？那钱真花了。啊，点菜嘛，头一个就是我点的海鲜。啊，我天哪，爸，你点的啥呀？拌海带。什么菜？大酱汤。爆米花。蹦。就这四样菜才是我们家点菜的水平。什么咱们家点菜的水平啊？那我们家人没见过，你就带我们去吃一顿不就完了吗？放心，赶明儿我请全家吃。又来赶明儿了。快把钱还我。顺风，钱在这儿呢。一分没少，你放心吧，还给你，改名儿还给你。